嗨，各位，欢迎到 Tracer Car。今天这一集连我都非常非常的兴奋，因为台湾296轿车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少，而且在我身后这一台呢是选配了200万的 Assetto Ferro 赛道套件。296当时发表的时候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从照片影片看起来，觉得它有点科技，又有点复古，又有肌肉线条的设计，我觉得有点没有法力以前的味道，所以这台车当时其实完全没有提起我的兴趣。那直到296去年在台湾发布的时候，我到现场看了实车，觉得哇，这个车跟我当时在影片看到的是不同台吧。它的 ES 不论是股票、基金、期货，甚至是加密货币，投资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做的事情。但你知道吗？学术研究发现啊，台湾的散户平均的投报率是-3.8%，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把钱放在定存或是储蓄险。在2022年啊，新台币兑换美金全年度的贬值高达3.01元。2013年50奶一杯真奶只要25块，经过10年后的通膨，一杯真奶却要40元。你赚钱的速度赶得上通膨的速度吗？查德商业教育学院从2021年创立至今啊，学员的总数高达3000位。Tracer和查德商学院是台湾唯一受到世界前两大交易所 Bybit 邀请的官宣合作对象。学员包威老师所撰写的技术分析课程为市场上复制率最高的课程，从基础课程到进阶课程共有12堂课。我们改造了市面上大多数无法消化理解的投资课程。学员内呢还提供社群平台，你可以跟老师、其他学生一起讨论最新的盘势趋势。社群呢更是有多达12位客服24小时的不间断服务各位学员。现在赶紧点击资讯栏来了解这套市面上复制率最高的投资课程吧。那也确实啊，296应该算是法拉利在中置引擎上的一个分界点。虽然这不是第一台法拉利的 V6 引擎，但也是近代第一台 V6 的中置引擎的法拉利。然后再加上油电的科技，不管从设计上以及从引擎动力，这台车都跟以往我们所认识的，包含458、48这些近代的法拉利完全不一样。介绍一下它这一套 Assetto Ferro 的套件呢，其实原厂呢是从三个概念开始：整体减重、下力以及动态的优化。那在整体减重的部分呢，包含聚碳酸酯的后车窗、碳纤维的门板、手套箱的部分，它也拿掉，也改成碳纤维的，这都有助于减重的部分。动态优化呢，也是这一套 Assetto Ferro 套件最主要的一个升级。很多车主会觉得说，哇，今天选配这个200万的套件，不知道要干嘛，因为我只是换了一个避震器以及轻量化就要花了200万。但你们要知道，这个避震器厂商呢，其实一直都是法拉利 GT 厂队的合作伙伴，也因为提供 F1 多数车队的避震器而闻名。那296更换的这一套避震器呢，也是来自于488 Challenge 的这套避震器。那我查了一下国外的资料，发现说，包含底盘的设定以及避震器的设定呢，全部都是由这个工厂以及法拉利的赛道部门去做调校的。多花200万，除了可以买到一套赛用版的避震器之外，整体车身底盘的调校都是由原厂的赛道技师去做调校的。下压力的部分呢，在前保杆上额外新增了一个下压力的碳纤维部件，可以额外增加10公斤的下压力。那在以往不管是458 Special 或是488 Pista， 它都想要让车身气流更顺畅，所以主动式控油力的理念呢，一直都是直线高下压力到降低风阻。但是却很明显的让我们感觉到，在直线重刹车进弯的时候啊，会感觉空气力学会跟不上车子的转向。而296GEB 呢，其实截然相反，当主动空力系统打开的时候，只是为了增加下压力。看到空力的侧边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觉得就意大利的车厂啊，在拍车子的不管是照片或是影片的时候，总觉得没有德系市场拍的这么的能抓到车子的角度，所以当时在影片流出的时候，我觉得侧边是我一直没有很喜欢的点。虽然它是致敬了250LM 的一个造型，但是当台湾发表的时候，我到现场看到实车，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其实是用非常非常多的车身线条去叠出来的。它虽然这里呢从车门板这边延伸过来是一个进气的线条，但其实它从车窗这一块以及这里就开始去呼应这里的线条，所以当我们近看的时候，其实你不会感觉这里很突兀，因为它在车窗旁边这块的线条不是单一线条，它是有做出来大概2公分的一个厚度，所以它当这样拉上去的时候，它从这边做出一个曲线之后，从这里其实也一路拉到这边来，所以当我们站在这个角度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甚至连这里后面，我们可以延续到对面这块线条下来，甚至连后轮拱的肌肉线条也都非常非常的明显。这个应该是影片看不出来的感觉，但是实车是非常非常漂亮的。后主动式的导流板啊，当不需要最大下压力的时候，它会收在车尾的上方的隔层。当电脑侦测超过设定值的时候，它就会从车尾延伸出来，能增加后轴大概100公斤的下压力，也能降低刹停的距离。
其实引擎盖我们站在上面看，它不只是一个平面的形状，它其实是有一个曲线的。那这个曲线呢，也是引导空气力学，让空气能够整流的进入这个尾翼的部分。各位可以看到啊，这边的空气力学过来的时候，它其实引擎盖它是有做一个开口往下导，所以它会让热空气集中在下面。大家都知道，冷空气向下，热空气向上。那所以当冷空气往下面走，热空气往上面走的时候，其实这边会产生乱流，也会导致于车身的空气流动效率没有这么的好。那从侧边的空力呢，它会把空气从这里直接导向进它的后尾板这边，这边所有的开口全部都是为了下力，为了空气力学而去制造的。G3RS 它就把尾翼放到非常非常的大，但是我们以往看说法拉利的车子呢，不仅没有尾翼，它其实没有非常多夸张的空力元件。那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说，法拉利一直都非常懂得玩弄空气力学的流动。从这一块开始，其实都是为了增加下压力。那底盘的效应从 diffuser 出来呢，也会保持着气流在底下的畅通的程度。天哪，这具 V6 引擎也太低了吧！我看到引擎是这么高，可是它的 V6 引擎的安装位置其实非常的靠近驾驶座，以及非常非常的低。法拉利也是第一次将 V6 的120度夹角的引擎放进试售车里面。那大家就会问，其实120度夹角到底对引擎来说有什么特别的？其实最主要就是说，120度的夹角要让气缸间的结构有更大的空间，可以让涡轮安装在 V 型的结构内，让引擎室的布局重心更低，重量也更轻，也缩短了空气到达燃烧室的位置，提高了进气的效率，并减少了动能的流失。我们现在坐进来296的车舱啊，这个虚拟座舱啊，从 SF90 开始是法拉利全新世代的车内配置。仪表台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驾驶座萤幕。法拉利在这个萤幕的预设肤层上啊，我们可以感觉到科技感其实非常的浓厚。所有的车辆设定、车辆状况、多媒体导航，全部都可以从方向盘去做控制。然后，身为法拉利的车主啊，我觉得最棒的改进就是这个 Apple CarPlay， 我终于不用再从那个小到不行的萤幕看导航了。但我觉得，不论是在方向盘，或是整合在右边的冷气触控平台，触控的回馈感都稍显差了一些。触控后，萤幕的反应也感觉上和现行的试售车慢了一点。但萤幕的解析度以及控制编排的部分，我都觉得非常的棒。我觉得啊，方向盘的设计真的非常漂亮，而且刚刚开起来，不管是握感以及路面的回馈感都非常的好。方向盘左右两边的模式啊是分开设定的，那左侧的切换啊分别为 eDrive 的纯电模式、Hybrid 模式、Performance 模式以及 Qualify 模式。那右边就是传统 Ferrari 车辆会看到的底盘动力模式的切换。座椅的部分呢，也是从 SF90 开始全新设计的碳纤维赛车椅。以往的法拉利赛车椅啊，只有在椅背上是碳纤维，在侧边的支撑点上，车主都会感觉稍显不足。这张椅子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啊，我认为是碳纤维从椅背延伸到腰部以及肩部的支撑点上，然后在身体和椅子接触的地方使用了非常薄的发泡膜设定。这类型的赛车椅设计啊，其实在近期的超跑场上是非常常见的。那报复性来说，其实我都觉得大同小异，都是差不多，挺棒的。但在舒适程度上，我觉得法拉利的发泡膜设定是我目前认为最棒的。在长途驾驶上，或者在跑山的情况下，我们都不会感觉到这个发泡膜设定会让我们觉得腰酸背痛。那因为我们在山路啊，所以 Hybrid 模式我们就不试了。我们电的部分直接切换到 Performance， 然后我们先在控制模式下设定到 Sport， 我们来试试看 Sport 模式在山路上的表现。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开296，但是比较可惜的是，没有试到一般的版本。高低起伏左右连续弯，296不会有以往中置引擎那种中摆的惯性。引擎低重心啊，其实在让我们重刹车以及出弯再加速的时候，不会有太多的重心转移的负担。
OK， 那我们先把悬停模式切到 race 模式，我们来试试看它在 race 模式下会给我们怎样的反馈。这个感觉更明显，因为720会比较像是就是前轴是这样趴进去，那296会让我感觉就是感觉车子底盘被地面吸住的那种感觉，所以这感觉挺特别的。那底盘在车辆中央区降低到认证要求最低的高度啊，其实也让底盘更接近的地面，那进而扩大地面效应所产生的吸力跟前下力，所以这也是我刚刚讲的，就是在刹车的时候会感觉到整台车是前轴后轴一起往下沉的。照理来说，因为前轴刹车是比较明显，所以感觉会是车是往前带的。可是在296上，你就真的感觉到刹车的前后轴一起往下掉的感觉。那其实296在车尾底盘的部分也稍微调高一点点，借此提高车身底部和地面的空气流动率，并且透过后轮去产生涡流来增加车辆的平衡性。Thank you.
滴下在旁边。那其实大部分的车啊都有一个动态的传感器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有点类似一个陀螺仪，用来测量车辆的垂直加速跟减速，左右惯性在电里，透过所有的动态在整合车辆的所有电子辅助。292这套底盘控制系统，这是少数开过有感觉的车子。那不管是高速还是低速啊，这台车机械抓地真是夸张到我真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那你就没有像赛道里面有疯狂的下力，或像720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空力，可是，在整台车身的平衡及电控介入之间，那感觉真是超级的难骑，几乎我可以说啊，应该一般的驾驶者应该感觉不到它的电控介入。其实我相信也很多车主很怕这一套 Assetto Fiero 的悬吊，在平常开起来会觉得很硬。那但是以这台车以这个悬吊搭配跑车座椅来说的话，我开起来其实我觉得在开过来的路上都非常的说舒适不到舒适，但它所有的弹跳不会让你觉得很硬邦邦，就这样砰砰砰砰的感觉。它也是有一定的缓冲，虽然它首先它要电池悬吊，所以电脑没办法去调整它的软硬或是磅数，但是在开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支撑力是非常非常够，你也不会觉得它真的太硬，完全不会。当然，你需要用操控技巧去控制这些车子给你的回馈，但最主要是车子有没有办法模糊掉这些路面上的回馈跟动态的回馈，给你最直接的感觉，让驾驶者可以去掌控目前车辆的状况。我就光这一点在296完全做足了，你知道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毕竟我买过488的 Pista， 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赛道版，但它开起来的感觉对我来说太不赛道版了。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时很想订新的法拉利，